我最近都不喝酒，那个非常重要，要保护喉咙，所以我真的好几天没有喝，好几个月没有喝了。对啊，对。超难过的，对。这老婆有帮你加油打气吗？缓和你的紧张气氛。老婆就是给他看我的练习的影片啊，或者是他就是很感动啊，然后他也真的希望他也可以到现场来听来看，但是比这次可能比较那个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比较困难一点。但是他每天都给我告诉我我是最棒的。对，我就感谢他。老婆跟家人如果有惊喜现身出现在你演唱会，会有什么？哇，我会。哦，就会痛哦，暂停演唱会，对，可能暂停三天，就因为一直都在哭。最近有新闻，就是有说，哎，之前跟老婆分手过，但是又和好，就是。分手过，对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新闻，但是我们没有可能是我们结婚之前吧，对对对，是这样子吗？对。OK， 那你想知道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想知道你以前是不是那么 bad boy？ 哦，bad 也没有，我觉得那个不是 bad boy 或是什么，就年轻嘛，然后看到刚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就男生嘛，就自己以为自己很帅啊，虽然我那个时候也不帅，然后怎么样，但是就自己就觉得哇，就下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对，那演唱会服装会露一下给粉丝福利吗？可以是可以啊，但是 but 我怕大家已经看腻了，不想再看，那会可以露别的地方就好。别的地方哪里？我看你想要露哪里。喂，就严重到没有声音这样。就前几天没有声音，但是今天一天一天比一天一天好，然后就越来越恢复，所以 OK 了。我的喉咙状况越来越好，不会取消就业。唱一句给大家听，先要清唱一句，让大家证明一下。那我会，我可以，声音还在啊。有现在有什么好玩的事吗？好玩的事有超多的，但是没办法分享。那你讲屁。这可是跟小猪的合作，很愉快啊！野外露营，对不对？他老婆会担心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跟女生们一起的。No， 我们是一个很健康的节目，喂，回馈。你有学到什么技巧吗？因为他蛮会管理时间的之类的。不是，喂，好像有提到说你们没有要拼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觉得有点失落吗 ？No，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两个人都很健康，快乐是最重要的，不一定要小孩，对啊。啊，今天星期几有嘉宾吗？今天上台的。上台有，这个嘉宾很厉害哦，我跟你讲，哇，这个不能讲啊。但是这个来宾真的，算两个，两个，我有两个，可是这个真的，你一定会吓到，哇！我都觉得他们很听我，我就问他们，马上答应我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这个来宾，哇！你是有得过金曲奖？哇，不好说了，哥。